对呀，下午我来参加这一个商讨聚会，第一个就是艾叶。艾叶呢，弟兄们帮我安排是第一桌第一个位置，所以呢，我就第一个到坐那里看看。这个药学业的弟兄姊妹的陆续来到，我是觉得大家都很惊讶，哎呦，今天这个不一样啊，饭菜都打好了。所以我在暗夜的时候就听到有姊妹说，哎呦，今天好贴心呐、连我们那去啊，这个加汤都说，你们不要过来，我们送过来啊，你要什么菜我们就送送到你面前啊，所以呢也只有这么一次，你说感谢主，希望以后有很多次真的，这就说出啊，这个教会很看重了这个大学毕业生的这个毕业。因为啊，都是在一个在一个，大家都是在一个人生转折的时候，盼望啊大家都能够不失落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遭遇就希望我们在心智上能够加强在意向上能够更清楚所以呢我们有这么许多的安排。另外呢因为鉴于以往嘛，我们无论是在哪里这个毕业每年呢都有毕业生的这个爱业，但是呢大概在你的各地教会呢人多啊，大概就是四五十个毕业生就是很多了，单单如果大学毕业生的话可能还没那么多，就是凡是毕业生从小学什么幼稚园小学从高中毕业通通来大概就是有几十位的弟兄姊妹单单是大学毕业的或者研究所毕业生的爱业的，在各个教会各个会所呢人数啊都是属于少数的，那这次我们这么召集大家一同来呢，我们就让大家要有这个看见的，我们都在同一个身体里我们都在台湾众教会，我们在2014年毕业不是只有少数人，我们是有许多人好多的弟兄姊妹都见证说我在大学4年了，我住了弟兄姊妹之家这个回想起来是很得帮助，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就盼望呢弟兄姊妹呢，我们需要晓得我们是有许多的同伴的，我们都是同一年在大专院校研究所毕业，我们就盼望我们呢真的是能够不是说是生死伙伴的，你们都应该是属灵的同伴，因为前面的路还很长呢无论你们是要升学，是要服役，是要在职，还有什么？还有全职间训练，我们都盼望我们呢，要感觉到我是有许多同伴的，就像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走起来是有风的，你不要觉得你走起来是很孤单的，我们有好多人是我们一同走的，我们同一个心智，我们走同一条路，阿门。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阿门，阿门，阿门。这样子呢，你要晓得，我们对前面的路就更有把握了，阿门。刚刚许多的见证呢，许多的弟兄们的加强的话呢，都是鼓励我们呢，我们要放胆。我们要勇往直前，但是呢，我们需要心智是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因为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召集大家来，都让你们全体都要参加我们全时间训练，能够参加是主的恩典。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你就要需要有这个看见的，我这一生就是要侍奉神的。阿门。当然你能够来参加训练，我们就得着加强了。阿门。啊，我们前面的路还是要走的。阿门。但是感谢主，我们就盼望啊，我们需要多有祷告。阿门。我们需要借着这一两天，我们能够认识许多许多我们同一个年龄、同一届的啊，我们呢有这么一个机会呢，大家呢真的是一同祷告，一同追求，同有一个心志，走同一条路，就是侍奉主的路，建造他的身体。我是觉得非常喜乐啊，我们呢这次有四五百位的这个毕业生报名来参加这个，当然从今年毕业的可能还要人数更多啊，但是我们是觉得我们需要在这里呢，真是再把自己奉献给你啊。我们自己啊，无论你有什么想法，但是呢，耶和华指引我们的脚步。我现在主给我们的带领都是最好的。阿门。我们这里啊，有好多位啊，都是啊，也是一样啊，曾经年轻过，也曾经啊这个被爱恋过啊，也曾经啊这个毕业过啊，但是呢，毕业我们毕业都是四五十年了啊，感谢主呢，今天还站在这里，我们没有后悔。阿门。我们看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后悔。阿门。拣选了走主的这条路。阿门。祝福大家。阿门。